欢迎新送的音乐包，哎呦，我点终于不卡。Hello，叫我干什么？对的，我回房间了，今天还没睡呢，没呢。Hello，晚上好。我营业啦，我都给你们开电台了，还没抢到第一局，因为你忙着送礼物，盖好盖被子，盖好。妈妈来了，你刚去哪儿了？啊，给狗狗洗澡。对的，我一般都是隔一天你直播，对的。那你睡吧。啊，热贴是什么东西？你们不要觉得我开个电台就觉得像过年了一样，好不好？我平时还是营业的，好不好？啊，紧肩，好的。哦，肩颈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来，我们来个午夜电台，我们听着我直播人马上睡觉，我等会再给你们放两首歌。你干嘛说我傻？可聪明了，我傻就是因为你们老说我。不傻都被你们说傻。那大眼睛不知道去哪了。上次玩游戏怎么了？我被 diss 了。我玩什么游戏被 diss 了？啊，我们休息室有那个按摩椅，可是休息室有好多人，所以算了。啊，你们说我笨，我天哪！什么乒乓球那个跟智商没有关系好吗？那就是一个手动的游戏啊！你把我大眼睛放出来。哦，可能我这个人是可能有点肢体不太协调。嗯，不过是我的啊，吹头发，那叫他帮我把我头发也吹了吧，我头发还没吹呢。是这大眼睛吗？没错，是你。你们别说呀，你们到处吹呀，给狗吹的吹风机。也行，洗剪吹杀马特。我开了门，你也进不了啊！猪，不要乱叫，你这是猪！哦，我昨天晚上那个全胀的鸡腿真的没了，我的天哪！你一分钟就一个车别，我还想活久点，赶紧去帮他吹吧，不然人家感冒。
刚打不开，为什么？我去找带网，我怎么找？哦，昨天因为他手机没电了，然后他突然一下子关机了后，然后我重新开机之后，那个鸡腿就没了。你说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哦，可能我开了门，你会被打死。哇，谢谢送的巧克力，磁性带网，可是我不会磁性，我哪磁性？我怎么磁性？不能卡没了，那鸡腿好多的，卡没了我揍他，谁打谁还不知道。月亮好好看，对吧？那是风尚 TOP16的那个道具。啊，我好饿。对，不用找了，在这有个大眼睛。没有，我中午吃了一个。啊，今天哥哥弄了一个不知道什么饼，就里面有粉丝，还有鸡蛋，挺好吃的。我吃了一块，然后我就没吃了。晚饭我吃了两块哈密瓜，我现在饿得要死，我跳了一整天，不行，哼。16年拍的月亮，我每次看见外面的月亮很漂亮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拍不出它的美感。啊，我今天没有想吃，我今天想，我一般都是喜欢汤泡饭，然后一起吃。今天没有汤，然后我就不吃。完了，食堂哥哥一点爱都没有，他竟然不煲汤。我能好好吃饭，我能啊！我吃了，我今天真的吃了。哦，我今天没吃米饭。啊，用水不行。那还不如不吃。我真的吃了，我真的好好吃了，你相信我。我那么听话，对吧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妈妈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好惨的嘞。Hello，晚上好。啊，可是我在家里一般都是汤泡饭的。广东习惯了，好好吃药。我天呐，叔，你是不是很感动？你听到我好好吃药了？哦，我跳了一整天。啊，我今天扒舞，我今天12点钟去的舞蹈房，然后我扒了一个半小时，我把那个舞蹈给扒完。可是那个舞蹈跳起来好累啊，比完美犯罪还累。我天啊，我今天都快要死了。怎么还有一个？完了，你是不是冒牌的？你说，有头像那个才是真正的大眼睛。哇，明天你能来是吗？啊，可是我觉得，啊，没事，你们可以看前辈，因为我只上一首，就觉得你们要是这样看，可能有点可惜。不过明天有我的哥哥们在，你们可以去看。啊，那你怎么见我？来，不要伤心，以后总会有机会的。啊，你没有票，那你怎么见我？啊，送车啊。啊，你就来悠唐送个车，你还不如在家好好躺着呢。对的，因为 TOP16 只有他们节目有点多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我哥哥缺2个伴舞的，然后我就很幸运的成为那其中的一个。啊，他去海南度假，那你在家好好休息2天不好？
拼车回家，你是害怕叫不到车了吗？啊，不是不想见你，我怕你累，你看你就来送个车，对吧？对，小偶像累就算了，不想我的粉丝们也累。好吧，你们去吃哈，哈，你们加油哈。我明天本来约了 Kona 他们吃饭的，我看来可能是大概去不了了，因为那个节目好靠后啊。然后呢，明天下午还要彩排，我跟不了他们去吃饭。没事啊，开个直播而已嘛，而且昨天晚上开的也不是很晚啊，对吧？对他2倍人吃牛肚，你想住北京？为什么要害怕？对啊，他明天有店员，然后他下午他店员完，他下午不是要去逛街吗？然后呢，他以为我那天，哦，我明天本来是放假的，然后我就想是他们说约去吃饭，然后忘了有 TOP 16这个公演来着。不要刷抖音，中毒了。鸡蛋饼我也好想吃。嘿嘿，啊，你竟还补了前面呢！不要往前补，下播嘛，下播不练了，我都躺床上了，我一躺床我就起不来了。对了，你们每天看我就会看腻了，所以你们不要往前补，所以我以后要少点开直播，万一你们看腻了没有，就昨天那么一晚好吗？你不要提我生日当天。闭嘴！大眼睛男友不理你，他理了呀。啊，不要补睡着的，就不要补我哭的，也不要补睡着的，我求你们了，给我留点面子吧。孩子不要面子的。不行，天天生你们也会听腻的。我以后少点露面，我要保持一点神秘的存在感，啊，不是神秘感，什么存在感？哦，不要补。啊，他找你了，可是你没看见。湿发彭佳慧，我明天把头洗湿了，我上台。睡着了，哎呦喂，你们不要这个样子喽，给我留点面子喽。啊，总选有一次我开直播还是开电台，我也睡着了。啊，不是。不是，哎，是总选。哇，那么深刻的吗？都印入脑海里。然后我是开总选那次，我是直播还是电台？河内哭的视频，幸好没有我。天呐，你们是神，妈，这样也能找得到？我天，都多遥远了！你看看，你都不认识我，我天！
请你们不要沉醉于小偶像的直播、睡觉跟哭中好吗？我们开开心心的聊会天好吗？能不能愉快的聊会天？啊，我穿的红衣服就是睡觉，啊，是吗？什么叫不少？我天哪，你们不要这样子！你们怎么都这个样子？哪里有人不理你？生病的时候要去看，你们千万不要撞到握手会的时候我生病。不然你们可能要哄我哄好久的。对啊，我哭的时候不多啊。我看一下私信，我现在没法看，我怕退出去就卡了。我等会儿看，好吧？你们不要老说我哭，我没有哭。我不哭的，你们不要这个样子。我生病的时候特别作，我自己都觉得自己作，可是就是没办法。所以如果哪天握手我生病了，我天呐，你们可能要哄我整个握手会。啊，你们不哄我，那我就不说话。哼，我没有哭啊。我一直怀疑我的妈妈们心态有点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听到他们喜欢我在什么生病的时候的样子，你说他们是不是很奇怪？绝美姑吧？对的，75406786764，没加应援群的朋友们赶紧加。怎么了？你们是？没有哄过我是吗？哇，谢谢送的应援棒！哎，为什么这个应援棒是应援 K？哎，这个应援棒，哎，这个应援棒为什么跟我以前的不看的不一样？啊，CKG，对不起啊，哄什么哄出来爱情？啊，你们都哄人都那么简单粗暴的吗？哇，我天呐！谢谢送的应援棒，这个串门串过了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有就行。Kate 粉丝了解一下，嗯。哦，K 对粉丝了解，我说 K 对的粉丝为什么要了解一下？谢谢送的应援棒和生日梦。啊，毕业为什么要哭呢？毕业就毕业了嘛，人家毕业了有更好的发展，不是吗？啊，你要去洗澡了，拜拜，晚安。谢谢送的，哎，你这粉丝 CKG 来的吧？他来悠唐，你为什么要笑？我前几天好像见到他在中心了。啊，我没有哭，我什么时候哭？彭佳敏从来不哭，可坚强。现在你的网络应该不卡了，赶紧聊，赶紧进入我们的话题当中聊起来。啊，因为你朋友喜欢，谁在中心？就是重庆的某位前辈。嗯，啊，你们今天晚上怎么回事？
就夸对夸的，哇，谢谢送的好多应援棒。神龙，今天官宣了。啊，今天啊，官宣了吗？我还以为没官宣呢，我还跳过了那名字，我说，这位前辈。我知道是他，哎，他来代役哪个队？官宣，宣布什么的？啊，国队，好吧。啊，你们为什么知道消息比我还快？怎么了？你是要逼哥三个队全看了是吗？爆料了，啊，没有啊。我天，你们是要逼哥三个队全看吗？还是以后看哥不看一啦？完了，你们周末就在优糖过吧，天天待着。还是只想看一，给你点个赞。对的，他是要来待业。啊，不看一了，那我关电台了。你们太伤心了。啊，狗腿要涨价了，这种。哎呦，我的天！你们这群人，哼！对的，预备生也要看。啊，我以后活得肯定很累。带动 MC 吗？对吧？你看，给你点个赞，只看一行。啊，预备生不看很正常。没事，我们预备生习惯了下面没有人。啊，那肯定要有一个磨合期嘛，对吧？哎呦，我天！我刚想骂你来着，我说什么彭佳敏是个照片？有另一个你，感觉好奇怪。没事儿，虽然名字一样，可是在我心里人不一样。好想看预备生。坐满一半嘛，那要看情况，每周飘忽不定，很难说啊。没有，我刚看错了。咦，这一上来怎么还表白起来了？哪有？浪看一看预备生都一样是吧？随便做，对，你想做那就做的。你想看彭佳明，真的假的？虽然那么听很开心，先听着了哈。你们看我今天都那么累了，还那么疲惫，你们哄一下我呗。你们都不哄我。以后都有预备生。啊，我没说什么呀，回来。啊，你们为什么想看我生气？你们仔仔今天特别的疲惫，还有累，就身心都是疲惫的。啊，我相信了，我没有不相信。我知道你们都是真情实感的人，
然后帮我捏肩膀开心，再帮我吹个头发呗。睡觉了，哎，你怎么进来送完礼物，然后就人走了呢？好吧，晚安。又怎么了？还满脑子想着湿发，湿发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吗？对吧？吹头发好累的，所以我选择了不吹。啊，你都不帮我吹头发，你不爱我了！天啊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人啊？没劲了，那你想象一下吧，对吧？你就想着我的脸，然后把我头发想不是把我头发想出来，然后想象成是湿的。啊，耳机没插好，你说我吗？是头发是要变笨，可是我真的举不动吹风筒。我胳膊疼。胳膊疼，我举不起来，看不到，无法接受，好大的杂音。那我不插耳机说话，可是我真的好累。10分钟我可能到不了你那儿，我叫个车可能就要10分钟。我觉得我马上要睡着了。如果等会你们听不见我的声音，可能就是睡着了。你们自己退出去啊，你们自己往外走啊。可是我今天因为跳了一整天舞，出了好多汗，所以还是要洗的，不然我都不想躺我枕头上。我等会儿睡觉睡什么觉？我还没跟你们聊完呢。听到打呼噜声。我在房间里面，我都躺在我的大床上。太感动了。谢松的应援棒，我现在 S 喵也是狼，对，他这应援棒是送给你的，我先帮你收着啊，朋友们，我帮你代收。挥起来，挥起大闪。可能是这个声音。你给我发个东西，发什么东西？好的。没人权了，怎么就没人权了呢？有的。哎呦，锁了，锁了，锁了。哎呀，真的吗？那我懂。甜，甜死了！我天呐，我就没有见过那么甜的。嘿嘿嘿，小偶像与粉丝之间这点默契都没有的吗？真的是，你太小看我们了，干得漂亮！你不需要懂，他只需要我懂，没有，我吃狗粮吃得特别开心。你给我送个东西，送个什么东西？这个是谁？哇！我天呐，昨天这个权杖的那个鸡腿就没算进去，气死我了！我等会要回来。谢谢送的权杖，我不行，我一定要找他要回来，太亏了。
你们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把那个找代王的那个方式告诉我，我要去找他。啊，快唱首歌，感谢一下。唱首歌。现在脑子里面有歌。微博私信他吗？我微博私信他，不会被骂吧？啊，恭喜发财，没到过年呢。我不会口袋私信的。啊，他可能不想听我唱歌，因为唱的不好。没有错。是吗？那我等会去问他。对吧？昨天晚上我那个你送的权杖也被吞了，气死我了！是你就是不想听，你别听了。啊，你想听的单车，我就说你刚才为什么要突然打"单车"两个字？我说，这是什么？你想听单车？这样吧，我拿手机给你放好吗？啊，周末他今天不上班。我天，他还有假放，那么人性化的吗？啊，这个表情包真是够，有鸡腿。啊，庞佳明，对，都要睡着了，嗓子不太好，明天直播再给你们唱好吧？哇，他办事效率那么高的吗？回的微信，不是私信吗？骂代王为什么要骂他？他出现了，我不会忘记直播的，你们提醒一下我就不知道。哎呀，原来你不知道有直播啊，那我不应该告诉你。我答应了明天不直播，所以你们明天会看到一个活的我，一个活的会动的活的彭佳敏，活蹦乱跳，我不会不会活蹦乱跳，我不知道啊，可能明天需要你们哄。对的，我留着明天唱，我明天早点开直播。对吧？我一说开个直播，我妈妈他们赶仿佛都，你看都要感谢上苍了，我天呐，你们有那么激动吗？哎呀，也不是不想给你看湿发，那么湿发加素颜太丑了，我还是有点形象的，好吧？啊，什么不怎么进去看？又没叫你哄，叔，你给我闭嘴！好的，我先播啊，你大晚上不要跟我说吃，我现在特别饿。没事，你没空，你没空，你没空，那下次还有直播吗？对吧？不行，太丑了，我会掉粉的。你是不是想我掉粉？啊，不能吃！大晚上吃什么吃？我要控制住我自己。对的，啊，我也没有不好好吃饭，好吧，我有好好吃饭的。啊，我叫粉掉了。什么？我发量很多的。金曲速报说的，666666什么？你还能说什么？你不能说什么，你安静的听我说。啊，明天可以的。啊，你们不要跟我说吃的，因为我头发太多了，我都不能做蛋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显得很炸。啊，你伤心了，你不要伤心。啊，明天 B50 速报吗？
啊，是吗？那我能不能自己打车先回来？我不想待在优躺一整天。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伤害你，你回来。啊，小分队的书包。每次说蛋姐，你走哪去？你怎么老想着走？你一点也不想我，哼。打车车贵，可是我想吧，你说如果他是第一，就前面的节目还好，我一表演完我就能自己先回来。可是他是倒数第几个，倒数第几个我都待了一晚上。啊，我们回得去的，我们要撒娇，输你给我闭嘴。长毛倒不是留宿吧？嗯，为什么明天那么久的吗？啊，你昨天打了2个半小时。啊，我不想自己逛。明天我哥哥们他们都有表演，肯定不能逛。然后康娜他们又不在。嗯，没有人陪我逛。你说谁娘呢？哼。10分钟，你们陪我逛吗？可以啊，只要你们愿意。啊，你们逛街给我发照片，看剧。最近没有什么剧好看。什么叫偶尔娘一下？我今晚公演到12点，为什么？啊，寇娜，我上完节目，明天寇娜都不在优塔，我找不到她。云逛街，女婿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对他是不是有什么意见？对啊，他们店员完，他们就走了呀。那个公演是晚上才开始呀。陪 call 拍反还要陪逛街。那可不是，你以为剧场剧容易吗？好，你们都不爱我了，我天，你们就让我自己孤单吧。那我明天自闭一天，我自己孤单着吧。也没有直播了，完美，哼。啊，对哦，还有重大发表。哎，明天仿佛是个大日子。错没错，哼！竟然抛弃仔仔自己玩去，我打人，我不打人，我也不惹事儿，我可乖了，我惹什么事儿？挺有点古呀，各位姐姐会找我谈心。不能告诉他们我自闭。哼，我就不出现，我自己玩去，你们玩都不带上我。优糖大猪蹄，哎呀，你们大晚上不要说吃的，我真的好饿。我就是不想你们怎么了？你自闭，你得了吧你！女婿说人话，我看不懂。我就是不需要你们陪，我有我的猪陪。哼，你们不要说吃的，我就能忍，我忍耐力可好了。我，好吧，我要。这个回答不要的话，可能这个电台界的人都要走了。你心疼猪？我没有啊，我不是说要了吗？
吓死你了！怎么了？哎呦，我也好饿啊！我刚才想下楼买泡面，我说算了，明天会肿。我今天特别想喝水，我说不行，明天会肿。我连水都不敢喝。猪还不能露脸。差不多该休息了，马上。我马上就去休息，我再聊个5毛钱的。什么绝美？哪张？捧着月亮这张吗？你是真的爱上我的睫毛了吧？马上是几个5分钟来着？看心情。我最近都不做梦，我最近就一觉睡到天亮，可也没有做梦。肿了，喝咖啡，我不喜欢喝咖啡，好苦，比广东的凉茶还苦。5毛钱免费续杯了，5毛钱你还想免费续杯？想什么呢？扎克没有那么夸张说。好的，我等会回去看月亮，我再睡的。我最不喜欢喝咖啡了。我喝咖啡，我要把很多把那个他给我的奶和那糖都倒进去，然后我还要把别人的奶也倒进去，不然太苦了。头发干了吗？没有。苦是真的苦，我听你们是没看见我喝咖啡那个脸五官都拧在一起。什么饭啥偶像比咖啡还苦？那个偶像肯定不是我。我不要美式咖啡，我不要 real。我自动续杯，我不会的。伴随偶像，你们不要赖我。我洗头发的时候，你好像听到声音了。我心虚，我没有心虚。我什么时候心虚了？我知道会偏头疼，我妈也老说。可是我真的起不来，梦游了，我也觉得是。没有，我从来不喝 real。开玩笑，real 这种饮料，这种小 case 我一般都不喝，我喝都是喝啤酒。好的，我等会去吹头发。好的，我吹还不行吗？脑筋，这个什么东西，听着名字就很可怕。二锅头。吹头发。我没有吹牛。哪里来的牛？我妈妈也有偏头痛，不过她好像没有那么严重。牛在天上飞，real，对，我也觉得 real 可难喝了，我从来都不喝。工业酒精，那我还是没有那么牛的。这个遗传吗？我天！不啊，你看他那个样子就不好喝啊，才3度，我的天，3度喝什么啊？对吧？做不了示范了，基本都过去了。我不要，我比较惜命。
我不要怕死。你不要记得某晚直播，你什么也不记得，你闭嘴，你不要说话。啊，不是，你住手，你不要打字。老白干是什么东西？渣渣妈是什么东西？叔，你不要揭我黑历史好吗？我什么时候三天不睡八五啦？我没有那么勤快，我每天都要睡的。我没有喝，啊，不是，我没有直播。一个人喝翻译的是什么？那个智障肯定不是我，我鬼知道你说谁。啊，你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闭嘴？你为什么要抛弃我？这么海量的吗？那可不是吗？一个人喝整个队。啊，想哥吗？开玩笑，我哪里只能喝得过他，整个玉的我都能喝。为什么明天要九点？哦哦，对，有握手，忘了。那你早点睡吧，不然你明天起不来。明天有握手。我们布置点东西，布置什么东西？我天天敢动用你去布置东西，那位前辈肯定很牛。为什么你放弃我哥的握手？没事儿，你不握还有别人握。我，我知道了。我哥的握手你可以不去，因为还有别人，我的那就不行，对吧？你一定要来。你是我这里常驻嘉宾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可以一直坐下去，不带走的。什么？我的基本放弃了？你为什么要放弃我？你放弃什么？你上次你就没来。啊，没电了，怪不得你一直不说话。啊，马上要到一点了耶。别提上次，你自己不来，你怪谁？啊，我想你，我不想你，我怎么知道？你一直不说话呢，对吧？我肯定是一直有留意你，才知道你一直不说话的。新的一天，你还不休息，我马上。啊，我明天可以下午出发，我还能睡个懒觉。你们不用担心我会睡的。什么三点？几点来着？不是两，我也忘了几点，反正就是你没来，还有8分钟就一点了，我们再开8分钟，我们迎接新的一天，好不好？好。对啊，明明就是2点半。啊，大杂碎的反复。对吧？记性不好可以理解，那你们也理解理解我呗。我记性也不太好，我哪有让你自生自灭？还到天亮？哦，那不行，我是个老年人，我要睡觉的。我不像那些年轻人。哇天啊！
自然醒。嗯，其实这是一个挺好的习惯。我没有，我就是没有。天天和彭小米坐天坐地，哪有？我不坐，我可那个什么了。油条棍，可等我，好的。你明天可能就会见到一个妆也没化、也没弄发型的人，约一下。算了，那我不去了。好像习惯了，其实挺好的，自然醒，再也不用怕迟到了。啊，你不要说，你应该说，你不要老说我没化妆，行不啦？我还是化的，好吗？然后就吓跑了。我明天连剧场门口我都不敢进。啊，你们这些人好奇怪哦！你们喜欢我的点也好奇怪哦！你们竟然喜欢我没化妆的样子，然后还喜欢我生病的样子，还喜欢我生气的样子。你说你们是不是很奇怪？嗯，你想什么鬼？什么叫你抖 M？你不要说我喝多，我从来没有喝多，我酒量可好了。我什么时候喝多过？啊，我不委屈。啊，你还吃西瓜，一晚上就找吃。我不委屈。我活得可好了，哎，我以后改个名字叫千杯不倒彭佳明，哈哈。你不要说话，你喝，你吃你的西瓜去。啊，那是不是我每天要装作很虚弱的样子，然后让你们来保护我？天，那我会吐吧？一般起自己起名字和世俗都相反，没有啊，你起个名字叫大眼睛，你看你眼睛多漂亮，bling bling 的，哈，装的就算了。对，改个名字叫哭多多，然后就是证明我平时很少哭，我是一个坚强的男孩子，啊，呸，女孩子。比如大眼睛，我也确实是。不，你要叫可爱。对，你这个是事实。对。啊，置顶收藏，你置顶了什么东西？不是个女孩子，一时。嘴瓢了，哎呦，你不要再说那张照片好吗？啊，你可爱，谁说你不可爱了？你昨天戴着那个鸭子的帽子的时候特别可爱，我本来想夸你来着，你击掌太快了，我都没来得及夸就歘。啊。欢迎回来，谢谢送的巧克力。2018最喜欢的照片。我没有，我一般不撒娇。你，我都还没夸你呢，你害羞什么呀？你什么理想就有障碍？没有不承认，我就是没有撒娇。
哇，还有2分钟，还有2分钟要关电台了。你没有那么虎是什么鬼？哎呦，我天呐，今天晚上怎么那么甜啊？你说说你吃了什么？你今天晚上遇到了什么？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室友不在。哎呀，我下意识就读出来，这不怪我。啊，没有我，因为我说好开到1点的。你别说小七给我看的图，我点开的时候我都惊呆了，你知道最后一张是什么鬼？我还在换衣服呢，姐姐。嗯，你跟我说，你说。我什么时候没对你负责了啊？整点下班，开心。那个，你卡了一下，啊，你卡了。那你听见我前面说什么了吗？你网不太好，没事，我也要关了。来刷晚安吧。那张真的是，我在换衣服，姐姐。幸好裙子拉得快。白花花的是什么鬼？对你负责，我什么？哎，我还没答呢，你怎么就自己自问自答了呢？我什么时候没对你们负责了？嗯，1点了，对的，好的，我关直播，我马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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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没有锁，你闭嘴，没有锁骨这种事是随便乱能说的吗？哇，谢谢送的夜蝶，要蛾子是什么鬼？哪张地区不？哎，我就是没有锁骨的人，我能怎么办？我也好悲伤的嘞。啊，我没有唱一点，是刚才别人送的。可能什么时候，等我瘦得像一个竹竿一样的时候，我的锁骨可能就会出来。我现在要向那个竹竿看齐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要向竹竿看齐，嗯。什么时候做到他那种地步，我再好好吃饭，完美。4人版的，其实我觉得都没欣赏，哇！我天啊，都欣赏性那么刺激的吗？哇！你们说什么？你们希望我瘦点？我知道了，不用说，我懂你们。你为什么要赖我的狙？B50 的少年我看了呀，可是我记不住。啊？什么？哇，还摸？嗯。哎，我有点印象，好像我上次不知道 B50 有一个什么，我忘了是哪首歌，直接是那种，哇，好刺激啊，看着。多喝点什么东西？哇，你们喜欢的都那么刺激的吗？大晚上的干嘛呢？成人期，嗯，你们说的我都不敢看了。我没有 CP，嗯，我的 CP 就是你们那么多个人，我天呐，我都照顾不过来。B50 的时候。都伺候是没有我的猪猪可瘦啦。两栋小楼，这个什么鬼？社会，渣女是什么鬼？你是在骂我渣吗？
我的猪猪的 CP 是流氓兔。我没有，他就是瘦。没有啊，这 CP 我觉得很棒。哎，那为什么你要在前面呢？不应该我在前面吗？捧捧我，对对，你看别人都是把我摆前面的，不，我是公。看到睫毛已经，哎呀，这张捧着月亮这张睫毛是能看得出来，比较长。啊，什么啊？捧猪捧到猪，三个人的友谊使我困惑。啊不，你是瘦，我绝不承认自己是个瘦。我看见了那个动图。什么一般瘦人只想让自己再去，不，我这个是事实。啊，果然还在营业了，我自动续费了，不好意思。因为他们不太舍得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三二一，三二一是什么东西？别说话啊！自动续费，对的，因为他们不舍得我，所以我自动续费了。自从有了你们的时候，我每次我的脸仿佛就是被自己打肿了。嗯，昨晚关直播的时候怎么了？准备续几杯，看心情。我这种喝不倒的人呢，一般都是看心情来的。想喝多少喝多少。啊，谁不舍得出去打？怎么了？你们是舍得我们？啊，倒数的时候，我没有喝多，我今天早上连水都没喝。啊，没有，自动续费了。你能不能说人话？你完了，我都看不懂。没有，他不是说的骚话，他说的就是真情实感，没有错。何止是笑的样子，我都笑喷了，我天，笑的都停不下来。你这狗狗大晚上别叫，别嚷嚷，好好的待着，哼。直播要多劲爆有多劲爆，我都能想象到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鬼？你喜欢我哭的样子？没有哭的样子啊，哦！我看不懂，能不能说人话？直播间被封掉，没有那么大尺度，好不啦？真的是生日的直播。我生日没有直播，不要再提了。啊，日本粉丝啊，我知道。哎呀，天啊，我海外粉丝都吸到我天啊，太牛了！不说土味情话的偶像不是好偶像，你是在 diss 我吗？喷着一本翻过去。马上关，马上关。醉酒直播已经有钱啊？是吗？哪位前辈？你今晚怎么了？1:15吗？好吧，那就到1:15吧。社会对的恶见，他是喝醉了开直播了吗？啊，我知道了。
太喜欢。你们看看，今天渣渣姐都红的都好。嗯。啊，什么东西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回事？你就说我，稳得很。啊，我相信你是真情实感的、认真的说的，嗯。你的大眼睛呢？大眼睛在默默的看着。嫁回海南了吗？为什么？我天呐，大眼睛不会，那大眼睛都不说话了。拜拜啊！你要睡了吗？晚安。没事，你先睡啊，我马上跟上你的步伐，我马上要睡。我是彭佳明，哇，我天呐，你们今天晚上怎么那么甜？没不是15分，我立马关。我真的，我这次是认真的，我一定管。啊，不要！我不，你不是你们困，你们就睡吧，对吧？女人的5分钟不要相信，嗯，你是谁的？那要看你自己想是谁的，嗯。还有5分钟倒计时，嗯，王佳明的5分钟有趣，你们不要这样子，你们信我一次。对，也只有电台图好看，嗯。我是说认真的，我等会真的关，我一定关。我关了之后，我乖乖的去吹头发，然后我乖乖的睡觉。风扇握手拿着，啊，风扇握手拿着，啊，你没有来。哎呦，没有，我昨天不是找不到地方给你们播吗？对吧？对的，可惜你不在。啊，哪有攻气十足的？哪张？啊，最好的一点吧，你要去看英超了。没有，我让你歇15分钟，然后好让你等我嗨起来。短袖的，我不是发了吗？我没发吗？你去看看，要是没有的话，我补发在评论里面。每天不知道有多少，没有，那每天肯定要，每一天内5分钟，很多啊。错过永远是最美好的，对，要给你留一点遗憾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发了，哇，你都不认真看我微博了，现在。不是，你是不是？嗯，你是不是想你想怎么样？我说什么都对，嘿嘿。昨天关注我微博，顺便翻了一个，不要往前翻啊。就翻到前2条就行了哈，别往前了哈。我们，你去自闭了。你看，我的妈妈们都叫我不要往前翻，不然怕你会出坑。嗯，对啊，就是说你现在都不认真看我微博了。完了，你变了，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，没有什么惊喜，只有惊吓，对不起。
翻满钱的了，那你翻，那你翻到满钱了，你就翻到那个病号服那里去，好吧？哼。哦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你昨天发的那张图，然后我们妈妈问你修了没修，我也很好奇，那是修了还是没修的？修了还是没修？修了没修？修了没修？还有就是，妈妈呀，你为什么发我那个照片你不修图的吗？您就直接生放啊，就放出来了。啊，你自闭了，那么突然的吗？刚发的微博，啊，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你印象只有刚刚发的就行，你不要往前记哈。啊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啊，那就是没修呗。啊，修了点，那你直接说修了嘛，对吧？我的妈妈非常的敬业，不用不用发给我原图啊，那张挺好的，我不想看到原图。我猜大眼睛现在肯定躺着被窝里，然后听着直播，然后他马上要闭上他的眼睛要睡着了。啊，你也修了点，啊，那行，没事儿，你们修了就行，你们看着好看就行。哼，我还不了解你们，开玩笑的。小姑宝不行，不能把我哭的照片放出来，太丑了。你们放出来我会自闭的。啊，到点了吗？啊，刷啊，我头发，我觉得我头发都要干了，那我就不吹了，我直接睡。来，晚安，刷起来。想发风扇，不要发风扇。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对我好点儿。你发风扇，我都要自闭了。好的，晚安。明天你们就能见到一个活的彭佳明，你们开心吗？开心。完了，公演上多了。对的，欢迎加入彭佳明音云会7540678643。对的，那是我们的小秘密，不能发，一定要好好的藏住，你最好把它删了。啊，你就浪下分团，好吧？晚安。没事儿，有空多来浪一下。你没有快乐图片，你想找快乐图片，你看大眼睛去。校方的表情包，啊！你们不要提了，你们一提，我现在都有画面感。啊，不续杯了，不续杯了，啊，是吗？那还是有啊。好的，晚安了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浪一下，浪一下。有，我理解你，有空浪一下也是可以的，对吧？有空来浪一下这边啊。我只是理解他啊，我没理解你们啊，你们不要给我到处去浪啊。找找总选的框架，总选我总选没什么照片。啊，有一张是一位广州的粉丝给我拍的一张，我觉得那张挺好看的。哦，没有，我没有叫你去浪，别人你给我回来。你要是敢让别人，我把你从被窝里拎起来打。啊，是吗？高铁的时候有吗？啊，你要看勾着是吗？好，行了，下次你这个直播间你进不来了，再见。嘿，关注。给你点个赞，
你们走吧，你们走吧，哼，关直播了，不管你们，你们浪去吧。欢送这位朋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花钱就可以去看了是吗？有没有一点主见？哼，不理你们睡觉，不跟你们说法，关啦。三，没花钱就不要说了好吗？好气哦。嗯，好，知道了，拜拜，晚安。我的爸爸妈妈、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、女朋友、男朋友，晚安。真的关啦，不要不舍得，晚安，明天就能见了哈。明天不见，那我直播你也别看了。啊，关系好混，不混乱的。啊，我走。哇，真的吗？只为我和主推划过线，我天呐，感动。行了，我记住你了。没有直播，你记错了。再见吧，别见了。不给你解释的机会，不给你反驳的机会，晚安。